2021二水国际跑水节7日在二水林先生庙办理感恩祭，并在八宝圳下水处办理圳头祭。县长王惠美与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代理处长曹宗游、二水乡长苏介清等人共同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收、疫情趋缓。当时咱的民众为着要感念这个林先生，就起一间号做林先生庙，最主要是要让咱后代知影讲，第一感念林先生，因啊来做这个饮水思源头的这个意向。那伫遮嘛，另外一点就是像希望讲，咱的这个人会使像林先生同款会使讲哦，这个为善不欲人知哦。那这个时机拄啊是咱的这个李水乡伊的这个农特产的盛产哦，比如讲咱的这个白柚啦，咱的这个桥啊啦，咱的苦瓜啦等等的跩农特产品哦，拢是伫这个时阵来这个生产的，所以嘛希望咱的乡亲会使利用这段期间来李水来做一个亲旅行。嘛，有法度体会到咱丽水地方这个热情的这个民风哦，以及嘞咱的这个八宝圳的这个水源的这个魅力，那同时也搁会使采购真济农特产品。正如刚刚县长讲的哈，咱做人哦，饮水思源哦啊，所以讲感念林先生，感念先贤的这个开圳的不易哈，那我们很感念，所以说我们今天只做了一个祭典跟感恩的一个祭典仪式哈，因为八宝圳这一片的土地哈，所以才有这么多丰收的一个农特产品哈，那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有时间常来二水哈，实在地的我们的农特产品想当季所以说欢迎各位乡亲有时间到二水来玩。为敬天谢地及感念先人开圳饮水，彰化县政府特别在八宝圳举办跑饮水活动。今年虽然因为疫情关系缩小活动规模，但是对于饮水师源头的祭典绝不马虎。王县长期许将二水发展成为六级产业，让二水能够注入更多活水。公益频道许维珍二水采访报道。